跟我们一起，我今天邀请我们两位彰化子弟非常重要的这个艺术人吉，掌声来一下，非常感谢你参加戏剧社的带领的专业团队，那这个彰化艺术家的采访专辑出版，以抗世代的艺术剧作为彰化美术发展留下非常棒的历史资料以及见证的，大家展到见证他的作品意图啊，感谢手边左手边，最后回到中央的位置，最后三秒。OK， 好，非常感谢。从今天起一直到12月10号，我们在美术馆里面展出我们渐渐三百系列活动的第二档次，那是西方美术和西方的这个美彩的一个部分哦。那在这边特别谢谢东海大学我们美术系所的我们的李主任哦。那这个在这几年来非常用心的梳理了我们的彰化的这个艺术史。那从艺术史里面呢，我们呢在这个渐渐三百找了300位的这个艺术家，那共同呢做了这2档的一个这个展出哦。那从这里就看得到我们彰化真的是一府二路三门甲，让我们的这个是非常的这个艺文的活动哦，非常的雄厚。那在这边特别谢谢说老师们的一个这个协助，让我们的展览能够顺利。那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请到了这个典藏杂志我们简社长，那这中间我们又特别的涉及在彰化县以及呢我们的一些像我们的这个邀请展览等等的一些名家，甚至在得到我们也彰化县得到我们这个全国文化保存的相关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呢总共159人，那在典藏杂志的协助之下，我们编策了我们彰化的这个艺术家的一个这个选集哦。那在这边再次的利用机会这个邀请大家12月10号之前一定要快来看我们这一些很美丽很有水准的一些作品。那也谢谢所有这个艺术家的协助，那特别谢谢我们这个李主任的一个这个策展，谢谢我们简社长他的一个这个协助，让我们这个艺术家的这个典藏能够留下。那我们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网站上老师哈，这次参加我们渐渐三百大展，那特别有捐赠我们一幅画的画。彰化县文化局来典藏哈，也非常感谢蔡老师哈。我们也祝福蔡徐雅老师哈，谢谢，也谢谢线上啊，小心，谢谢。谢谢鲍文老师，谢谢。啊，看这边哦，我们要数就。谢谢老师，感谢老师。正式要来进行展出，看向前方镜头，好，好，来看向右边的镜头，比个赞哦，比个赞，右边的镜头，好，有挥挥手的记者朋友，好，帮我们看一下。